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到家里感觉就是不一样哎。我刚剪完头发，觉得这个头发，这个桃猫剪完帅的打加一，那个超级帅打加二。原本头发太厚了啦，那好久没剪哦，本来应该要在练 party 前就剪了，结果回来才剪，有点热。要是在去之前剪就好了。等一下看一下今天有谁在好了，来陪我们度过这个吃完昨天的披萨，今天没钱剪头发，还可以啊。还行还行。而且我去剪头发的时候，我不只是剪头发，我还有做头皮护理，因为我头大爆炸，这两天都超级晚睡，然后整个头皮都红肿啊，头皮屑干嘛的，就是已经快要头皮健康状况已经快爆炸了，头皮需要好好的呵护一下。然后就有做了一个这个头皮的深层清洁以及镇定。Lenpa很吵 ，Lenpa 本来就不是在开台的啊 ，Lenpa是一个很多实况组的一个聚会啊，还有玩家、啊。只是开台跟大家一起同乐而已，目的本来就不是去那边要开台玩游戏的啊，是大家一起同乐的啊，是一起享受那个现场的气氛，感觉非常的好。照片被阿豪晃到模糊掉，炸开、欸！下次有机会再拍一张啊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来找我，我都一定会拍啊。有拍到本人，不错，真的有很多人来找我、欸，真的很谢谢你们啊，真的。有来找我的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没来找我的，一定是家里有事，或者是太远等等啊。真的，有来现场的都很感谢大家。这样太官腔了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官腔啊？我还有把那个 Jetting 给的那个签名卡给 A 回来，下一次再找。找机会看怎么样吧。小草找妹子拍照，我没有找妹子拍照啊。是小燕子给我任务啊，然后就刚好借由兔头的实况去推广这件事情，就很像那种节目的那种任务挑战，你知道吗？
我找那些妹子拍照啊，像是凯奇啊、希尔啊，他们说真的，拍完照之后我还是不认识他们啊。我这个人就比较社交能力比较差一点，天生不是闷讲话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有这么高、欸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有这么高啊，就是178公分，我差不多176到178左右。看那边的，看那天的驼背状况怎么样？罗特说要加我，真的假的？罗特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啊，没看到哎、欸。哦，还有那个妹子找我说要弄什么东西的，说要拍一个什么宣传短片，那个我肯定是拒绝的啊。我不能随便帮人家拍那个咯。等下说要宣传什么，就是支持什么饮料啊，还是什么配备啊。结果那个根本不是我赞助商的，我就爆开了。那不能随便接的啊，在这边跟大家澄清一下。就那一天有一个妹子说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们拍一个宣传短片吗？不行。想到小葵崩溃，哎、欸，其实我小葵崩溃其实我也是蛮讶异的，他真的是崩溃，他直接崩溃。失控了。礼拜六10点多有看到草草在我旁边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草草刚好那时候都有在附近啊，他在附近忙，对，所以他就会来找我一下。不过这两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待到很晚。我跟叶颖没有去哪、啊。就是这两天的12点多啊，都有很多活动。其实待蛮晚，待晚一点会比较好一点。他活动都比较晚开始。可是我刚好都是12点多，我就觉得很累，我就要回家了。尤其是我旁边还带草草，然后没办法带着他到那么晚，这样不太好。然后我这个人是需要休息的，就我如果不休息，我会呛掉。就是你问我什么话，我都跟你说我不知道啊，不然就是哈，你说什么？所以我就只好先回家休息，这比较可惜啦。不然的话，我蛮想要待晚一点，然后就在家看 Twitch 直播啊。我是在家跟你们一样看 Twitch 直播。为什么决赛打完就不见这么久？你肯定是没有看我的粉丝专页啊！因为到那边我基本上不太会开实况了。介绍一下耳机吗？你说我现在戴的这个吗？我是认真跟你推的啦，我是如果也是以戴现在戴这个的话，你没有就是预算的考量的话，这个蛮推的。
就是它的耳机啊，这种耳机的戴起来的舒适度跟音质，还有它的一个接线的方式，还有麦克风设计、清晰度等等都不错，只是价格真的偏高。罗技 G633。夜影超害羞，对啊，不是哦，夜影就小朋友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，夜影真的是小朋友，他就是一个很青涩的小朋友，就坐在那边这样，这样。我昨天心情超大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后悔带两个萤幕，其实一个就够了。然后我就把一个主机，然后两个萤幕拆掉，然后再用那个白胶带把它贴起来，贴在我的那个行李箱里面。然后再加上有大概萤幕就有两条线嘛，一条是我感谢订阅，感谢 MKR0226， 感谢订阅三个月，感谢续订，就一个萤幕就有两条线，一个电源线，一个萤幕线，然后两个就有四条，然后主机又有一条电源线，然后再加上我的键盘滑鼠耳机视讯。滑鼠垫，等等等，巴拉巴拉吧，一大堆。头发剪坏，头发没剪坏啊，头发很好啊。然后是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找我们拍照，然后见面会的时候也有。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见面会太晚告诉我了，就是那个详细的流程啊，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太忙了，然后导致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宣传这个见面会。你可以看我头发，我给你们看我的头发。你看看看我头发的两边，就我比较喜欢把这个都剪掉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一点。我的头发长出来会很蓬，就是你会看到我这样两侧，然后就会变得很蓬，大概变成这样子吧，然后头就变得很圆，所以我喜欢把这两侧都推掉，然后刘海就继续留长中，之后会把刘海留回来吧，估计会留到这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因为现在没有抓啦，头发没有抓起来，其实就还好，推掉比较好啦，推掉比较干净，而且推的蛮短的，你可以看到推的蛮短的。干净，很舒服啊，这样很舒服，我喜欢。观众名单内有罗特，嗨，偷看不出声。罗特，你讲个话好不好？我直接把剑给你。小葵崩溃有 MOD 吗？有啊，你可以到老兵台找。
或者是到小葵的台藻。你看罗特被你们吓跑了，默默的被你们吓跑了。哎呦，看到了，是罗特耶！嗨，嗨，记得要支持我们的罗特哦 ，ROTT 是吧？哎呦！不能听声音了哦， oh， 辛苦了辛苦了，我们来练一下铁塔跟那个，对哦，我们要找杰林拍照，哇，亏爆了！我跟杰林见过好多次面哦，找他拍照的话，我就比较不会那么害羞，因为我们有见过面，就是有至少会有说有话题聊，说嗨，好久不见，呵呵。你好吗？最近怎么样啊？哦，是哦，呵呵。没办法啊，天生就不是 man 这个的。我看过杰林好多次哦，之前在全民飞车的活动，他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啊。你看，有去练趴就有满满的回忆啊，而且真的不错，不是说好玩哦，练趴不是好玩，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群，就是。热爱这个圈子人的一个聚会那种感觉，然后有很多活动让大家去参与。因为你说他好玩，他那个现场就是这么大了。其实说真的，里面也没多少东西，就是几个贩卖部，然后一个主舞台，一个退役区，然后跟一个 BYOC 区。那 BOS 区本身玩家不能进去，然后里面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有活动主舞台而已，当然很有意义，我觉得。哈哈，刚是谁跟我说我有剑？不觉得 BOS 太贵吗？不会啊。肯定不会的啊！肯定不会的啊！然后认识到很多，也不是说认识啊，有些是很久没见了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很好。然后偶尔刷刷存在感。看这张图，要练一下。可可哎、欸，可可要不要玩？哎、欸，对，我先开个 RC 好了。噔噔噔，
没跟董事长还有鸟屎拍照。鸟屎他们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哎，他们好忙，高高在上。哦，我说真的，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最屌的是小熊，真的太屌了。小熊真的是小熊真的是我觉得屌到爆开，你知道他怎么猛吗？他在那个可可哦，对，你知道他在那个退局区啊，小熊在退局区的时候。我八点的时候吧，好像八点的时候看他在那边跟粉丝拍照，一排哦，一排排队跟他拍照，至少十几二十个。然后我九点多的时候看他还在那边，然后一样是一整排，还在拍。然后最后Mistake 他们要走了，然后就拖着小熊说：“小姐要走了。”好猛哦！然后他就只好坐在，他就直接爬到桌上跟大家来一个大合照。他说：“来大合照。”然后就说：“明天我们再拍。”然后就走了，超级猛哎！他就这样拍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就看他坐在退区一个多小时，好猛啊！那你有没有出来溜滑梯？嗯？你有没有出来溜滑梯？溜滑梯有啊，我玩了三次，我还跟硕宇一起玩。那你们怎么没有拍影片？有啊，有影片啊。真假的？对啊，你没有看我的粉丝专页，好扯哦。我现在看吗？没有，但我没有跟朔月，我跟朔月的六滑梯影片没有，我没有上传，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上传了。我看到退局区溜一个。你要跑吗？今天要啊。对呀，这样拖好难哦。想找几根？很好吃啊。几根找我拍照？我估计也是有一百多个吧，但没有他那么多啊。一百多也很多，好不好？好扯哦。小熊一天就两百多个了吧？我看到他那天拍，我就不知道他拍几个了，真的是很多粉丝找他拍照啊。哎呦，你要跑台服吗？你要跑台服还是国服？我都可以啊。那跑台服啊。好啊，我上一下。还是你要跑国服？台服就好啦，我上一下。噔噔噔。好，我们家的狗狗又误判了。就他会认为有人回来，然后就开始汪汪汪，然后走过去之后发现没人，然后就用一种很难过的眼神走回来，带着一个很难过的眼神走回来，这样回来说啊呜，这样，对啊，他就很难过的，然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。怎么没有人？肯定很多人都一直拍照的啊！我只是举个例啊，用小熊当例子，因为我看到的就是小熊啊，小熊是我看到的时候最夸张的。然后我看那个小鬼被弄那天，那个。LAN Party 第二天吧，
我觉得那真是超屌哎、欸！他生日，然后主持活动，他是那个活动的主持人，然后他不知道他会被弄，然后就直接帮他弄了一个生日短片。那他没有哭啊？啊，他就爆泪啊！有看天神跟可可跟那个头哥垃圾吗、啊、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我没看到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走了。哇，这是卤蛋吗？其实观众也看蛮多的，我觉得观众在家里看也看到蛮多，因为你们可以每个实况台都盯，你们可以知道随时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有些时候，你唱了吗？啊？快了！哇，卤蛋！哦，你们两个 RC 可不要这样、啊。张大福啊，台福啊，台福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、啊？嗯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陪你玩到十点啊。看你们啊，因为我十点我要玩传说对决啊。要传一下，传一个说。卤蛋有用视讯只说这是小草哦，真的假的、哦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，你们都知道好多事情哦。音乐小声一点，好，就这样。我再跑一场哦。好，你再跑一场。哎、哦、呦，炸开！我在时光界不红啊，我在时光界不红啊，只是很多人知道我而已，知道我不代表我红啊。因为之前卡丁车打了很久啊。我觉得这次 BYOC。人数最稳定的就是鸟屎六探他们了，还有卤蛋。你知道那个威力有多大吗？那个威力是他挂台挂在那边，就会有七八千人看着他们的挂台，那真的是很猛啊！那个是人数越来越多啊，我们是越挂越少啊。来吧，好热哦！今天没开冷气，吹个风扇。你开啊，我们找你。好哦，设个密码好了，密码是321。夜影有开台，真的假的？我要跑韩服，那不行啊！问他要不要跑台服啊？要跑台服，就一起玩。用哎、欸，古拉爽赚，对啊，古拉也是爽赚，可是那个是一时的啊。我说的是，就是稳定高的爽赚的那种就是有点运气成分，就是你的位置刚好不错。小赵连趴旁边坐，我是狮子丸吗？我知道他是狮子丸啊。拿多少啊？321啊。哇！满了。
再重开选。这个比在推区排队的人还多啊。这次密码是55688。什么东西有加我？那个 MARK110451，你说加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我有看到那个啊，我有看到古拉那天的台，还直接破万欸，他就那个画面直接 take 主舞台就破万了，超猛的。我前面是鸟屎六探卤蛋他们啊 ，low 能。我先讲，我没有要加泡泡好友啊，因为加了会不会用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加大家泡泡好友了。报告，你直接断线欸。他说发现正在异常程序与服务器断开连接。你开挂欸，好猛啊，跟你说的状况一模一样啊。对啊，好奇怪啊。我才第一场欸。什么情况？发现正在异常程序与服务器断开起连期。豹哥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强。白痴哦！啊，code 等于10500101。我去扒他看一下啊，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？哎呀，白痴半，我怎么能开？哇，好扯哦！是怎样啊？哇，那代表，他们说夜影也是，那难怪他去跑韩服。啊，夜影也开了。哇，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强了。哇，白痴哦。终于解开我这个复健之路的谜题。白痴哦，所以我现在台服不能玩了。你再试试看啊。不行啦，不行了。有些人可以玩，有些人不想玩啊。哎呦，那重挂白痴哦，不想重载跑跑啊。很快哦。喂，很慢啊。如果我加是卤蛋那一种网速，我就载。好像是哦，有道理。炸开。可是一定要重开啊，一定要重关啊。他们感觉是这样说的啊，一定要重关。好麻烦哦。登录器要关掉。不能用登录器哦。哇靠！赶尽杀绝、欸，真的是。你看，是不是像我们这种老实人，就是不会用一些有的没的登录器？赶尽杀绝、欸。你把就把该关的程式关掉嘛，就可以登录啦、啊。哇！就好好的当个平凡人。地方登录好麻烦，好麻烦的、啊。好好的当个平凡人啊！不要乱开一些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，豹哥？答应我。好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靠北？会。没有啦，你就用冰放灯，我都用冰放灯啊。虽然说我也觉得很麻烦。我这从头到尾这台电脑没用过冰放灯欸。那是阿朱莎。哎呦！现在我看到那个人，我都觉得他是阿朱莎。直接摸了。跑跟我讲，跑跟我讲。嗯，大概在40秒。他叫我甩尾100次的这任务，小飘算不算啊？算啊，那个算。
哇，这任务也太猛了吧！白痴哦，最好是甩得到100次。啊，收到这任务根本就不用到了，好不好？就起跑那边甩就好了。白痴。我甩那么辛苦干嘛？我的天啊！他们太快进终点了，我头好痛，我去关门。八十次，卤蛋给一个门，要踢谁啊？随便踢啦。进啦。有道理，你踢了一个刚刚原本他的位置的人，太神啦！对啊，我印象中他应该那个位置应该是豹哥的。为什么我是市长？哇！欸，观众有人说他被踢的，欸，哇，卤蛋踢的，棒，太棒了！再断线我就要重关了吗？不会吧！哇哈哈哈哈！哇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好啊，我 OK 啊。我发现你实况台最常讲这两句话，欸，哎，啊，然后我是好扯哦，没有，你知道白痴哦这句口头禅原本不是我的，欸，那是谁的？赫密的，赫密的，赫密啊，赫密就白痴哦，哎，欸，我有印象，哎，欸，他都这样啊，白痴哦，UZ 法线高吗 ？UZ 法线不高，啊，应该是我根本看不到啊。对哦，飞越台湾。哎，欸，你的角度好猛哦，喔，我都觉得你的角度要爆炸嘞，欸。不会啊，又，欸，没断线嘞，欸。我知道，我把它搞掉。你跑你跑，我继续搞。哎，欸，哇，你死了！哎，欸，不然他中那下有机会死吧？哎，对啊。阿吉跟 UZ 长得像吗？阿吉一天跟一直跟我讲这个，欸，包括你是阿吉吗？阿吉我知道啊，之前那个星海的那个。对啊，星海的人类选手阿吉啊，然后还有一个粉丝很热心帮忙，帮那个阿吉搬东西，搬得很远哦。然后他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欸，你是 UZ 嘛，对不对？”白痴！看他这个，他这件事情他讲三天呢，他快崩溃了。你是 UZ 吗？你是 UZ 吗？他就直接崩溃，欸。那，啊，你是阿杜莎吗？啊，肯定不是啊。哎，欸，真的是别来找我，然后跟我说我是不是阿杜莎，欸？是啥？我会跟你说我是硕约。有，
哎呦！啊，没中哎、欸！啊，我现在判断那個距离有点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真的有一个粉丝说，真的有一个粉丝来找我拍照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小草，我都有看你实况哦。然后我说真的哦，那我都在玩什么啊？然后他就迟疑了三秒、欸，哎，玩太多了，他就想吧，他就迟疑了三秒哎、欸。然后我问他第二次的时候，他就说跑跑卡丁车。我说哦，有在看哦，不错哦。改掉，不然我在那边看，听着那边嘴炮。然后这个我说斗阵特工，我就回忆。我知道嘛，你就是玩那个原始的吧，很强那个。我有爆开。哎、欸，把还是被吸到。哎，没飘到。我没有玩斗阵啊，我没有玩斗阵，我没有吸这个。斗阵不太算是我喜欢的类型的游戏、欸。斗阵我觉得有一点点难玩，它游戏类型啊，因为我打射击游戏我比较习惯玩 CS 这种的，现在很少打 LOL 啊，因为最近跑跑的事情比较多。不是啊，因为有外套啦，而且现在是弹尖积分，不想打。哎、欸，你知道，我今天 NL 打完十场不在银牌吗？我知道啊，你知道曾经的精英 DPO 打完十场，他还在赢四还赢二啊，我忘记了。然后在银牌场161，那真的是很猛哎、欸。我就很担心哦。担心我打完会剩多少？不用怕哦，那个季前的没差哦。好、啊、不是下一季开始就是以这个弹性积分打的排位为主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听说是这样啊，假设你弹性积分打到前十场银牌的话，那你下一季就银牌开始打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别人讲的。啊！卤蛋吸到尾流了，好猛哦！喂，哇！我听错人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要夹他，我吃到尾流上来，我要夹他。我欠。没关系，靠你了。好，我追不到哎、欸。那就坐后面那个啊，吃了暂时。好，坐后面那个。哎、欸，好像有点机会。断开！哦，过了！哦，还是看得出来啊！然后你的角度怎么怪怪的？我没吸开。九胜一败同五是他上一季太，他上一季排位太低哦。我意思是说，精英原本在排位在精英的，然后十场打完直接爆开在银牌。没有，九胜一败同五那篇我看到哎、欸，他说那干净账号前十场都没打，上一季也没打，上季也没打，就全新三十的新账号，九胜一败同五。哦，其实这样的也是有机会啊，因为我记得同五的玩家好像占整个比例的30%还40%吧。那弹性积分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我觉得有点坏掉了。啊！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算的啊！我觉得有点坏掉了。我觉得就算你精英账号零胜十败，你也不应该在银牌。没关系啊，就大家一起爆开嘛！多页爆开。
哎呦！哎呦！我觉得鲁夫超猛的，大腿。大腿啊，不然怎么给他开游侠？大腿，大腿，难怪你要开游侠。对哦，他好猛哦，他放，他直接放掉了，他炮停他。喂，补上来啊，别怕。他没夹到。二十啊！哇！哦，被弄掉了。哇！死掉了。不行，有关键感。卤蛋你不吓到，卤蛋你不吓到。啊！我看到你要那叉。爬了两千关台了。夜影说爬了两千关台了。LGP 哦。对啊。他们说夜影在打韩服 GP， 那个 GP 是跟台服那个同样设定的吗？没有哎，就电竞图，然后 S 2啊，竞速啊，不是我说分数的加减，对啊，一样啊，然后都同分撞同分区啊，就是越高分加越少分啊，跟以前不一样啊，你有玩过以前2008年的那种 GP 赛吗？有啊，那一种以前都可以爬到3000多4000啊，然后第一名就加一加二那一种，对啊。可是韩服积分很韩服 GP 很好玩，常遇到很多高手，高手比较多吧。就三服的高手在那边啊，最近就一直遇到张柏林、涛、小木、三 S， 然后又遇到全大雄、李永赫。哦，你都记得他们的 ID 哦，还是他们就打本名？啊，就聊天室会讲啊。大陆的我比较知道啊，因为账号就那几只，然后。韩服的就是看到什么 RK 黑客那一种就是全大雄。完蛋，没气了。哇！关键尾流，这是运气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直走啊！我靠！回来回来！哇！哇！炸开！对流不太早啊！啊！爸爸来了，我要把那个换成爸爸来了。白痴啊！我觉得这个很屌哎、欸。
哎呦，我是市长，不要把市长给我、啊。卢叔，你是想挡我啊？卢，没有，我断胎啊！我刚以为你要夹进来耶。对哦，大外招。该卡了再来了，没有卤蛋撞我、哇，哇，没挡进去，小鹿拉那个玩，那早一点都死了。没办法、啊，我那个已经见不着，因为我是没有断胎，直接打粉胎。卤蛋好腿好粗哦，最粗的大腿。i7670好用吗、欸？其实我不知道。那后面的数字真的用起来的感觉到底差多少、欸？哎，豹哥，你知道差在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电脑白痴，我只会玩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就是看你的需求啊。哦、哎呦！阿豹，你今天要开吗？啊，不知道啊。还是你要火放？你十点后再开吧，我要抢你工商人数。最高飞、欸。哎，卤蛋，等一下你要打 LOL 还是王国服？等一下是哪时候？啊？就等一下啊，十点前啊。十点前？没有啊，十点他要去工商没？啊，十点我们就没事干啊，要不要跑国服？我约、啊、我约他，他们玩。喂！哇，运气真差哎、欸！感谢斗内哦，感谢 Lisa Chen 3886，感谢斗内20枚。每次这个观众抖给我的时候都没有留话给我哎、欸，啊，就默默行善啊，没有 feel， 我总是默默的来，默默的走，我都可以看到那个隐形的字，爆炸，小草加油，我会继续看你的实况的，没有啊。就他每次都想打一段话，就都没打出来。那段话是本月发票中奖奖金。好惨。
我去看 Lenpa 看那台最贵的电脑吗？哪一台？我记得有一台很炫的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冠军。没有，他们在颁奖的时候我们在活动哦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台。哎、欸，好扯！一台电脑180,000，是超级电脑。180,000，一张显卡不就20,000了？很贵、欸，还是40,000的，然后差两张啊。然后差两张是怎样？啊、就差两张啊！白痴，那台主机至少可以都可以拿来开战车咯，好猛、喔！比例26万什么东西？怎样？是荧幕都是钻石镶的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可是我看那个罗、欸、特拿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最佳清洁工奖，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我是觉得我打游戏也没必要用那么好啊。卡丁车20,000块也够啊。不是啊，卡丁车10,000块就够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有去看那个兔头的实况配备，好猛哦、喔！他全身不一样啊，他就是技术的那个啊。他全身就是就有三台手机了，一台是实况的，然后一台是聊天室，一台是宝可梦。嗯。然后他，哎呦，他又在会场架了一台那个高景的。造那个 BYLG 区的，然后再用一台电脑造门口，好猛、喔。然后我看他电脑的时候，他远端还有舞台耶，他用远端操控。我这没事。哈哈 ，Uzi， 哈 ，Uzi 直接在活动直接流鼻血，好猛哦、喔。就活动主持到一半，见面会到一半就直接流鼻血。哎，泡菜杀不死哎、欸，好猛、喔！最佳清洁工奖，我不知道最佳清洁工奖是怎么拿到的啦。